最新消息，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召开专家会议，完成公告通过核准莫德纳疫苗适用在6个月到5岁的儿童接种，将要施打2剂，间隔则是28天。另外也核准了诺瓦克斯成人疫苗的专案输入，适用于18岁以上接种，也是施打2剂，间隔则是3周。